揸大全新手机开户，平日要翻工 ，lunch time 银行人又多，唔想落分行开户 ？S E Mobile 推出全手机开户服务，让你足不出户，三个简单步骤就完成开户申请。Step 1， 拍摄你嘅身份证同埋影自拍照。首先喺手机下载 S E Mobile App， 喺主页拣全新开户，跟住我哋嘅声音导航，拍摄你嘅身份证同埋影自拍照。照张身份证放喺框里面，调整手机角度，直到个框变咗为绿色，咁就得噶啦。记住要确保身份证嘅影像清晰唔反光。影自拍照嘅时候，双眼要望住荧光幕上面嘅两个圆圈，眨两下眼就搞掂。Step 2， 输入个人资料。输入你嘅个人资料包括手机号码，以便以短信接收一次性密码去完成申请。Step 3， 自选银行服务。选择适合你的理财计划，同埋拣埋你心水的提款卡款式，然后设定你的网上理财登入名称同埋密码，搞掂。最快在即日，你就会收到短信同埋电邮通知你申请的结果。当成功申请之后，你可以即时登入 SC Mobile， 登记 SC Pay 服务，然后以转数快由其他银行存入新资金到你的新户口，而开始使用我哋嘅银行服务。之后提款卡就会寄到你府上。你可以登入网上理财自设提款卡密码开户，就系咁简单快捷。Standard Chartered, here for good.